嗨，欢迎来到友联，我们成立于1952年。到了友联，一开门进来就是我们新加坡本地出版的图书哦。这本书大家都看过了吗？是叶孝忠作者的新书哦。对了对了，我们门前的架子更换了布局哦，是不是看起来整齐和宽敞多了呢？我们还有个好消息，友联现在新添了一个香香的海风文创小角落哦，这些香精都很精美呢，是送礼的好选择哦。海风文创不只有香精呢，还有各种个性的精美书签哦，每个都好好看。除此之外，海风也还有各式各样好玩的小文创哦。对于喜欢精美小玩意的我，这个角落实在好好玩啊。再次自我介绍，我们是友联书局，给个关注，点赞转发不迷路，欢迎您的下次光临。